知识经济部已确定产业和发电领域377家管理企业的2013年节能减排目标。2013年减排目标总量为1720万吨二氧化碳，是今年减排目标总量800万吨二氧化碳的2倍多，减排率也达到3%，是去年的2.1倍。从各领域来看，产业领域的减排量为950万吨二氧化碳，发电领域为760万吨。若能实现这一温室气体减排量，产业领域就相当于引进了550万辆电动汽车，发电领域则相当于建立了2.5座50万千瓦级的火力发电站。